姐姐弟弟在园里梦幻三家等排骨便当，这里非常的多人，因为现餐是用餐时间。然后弟弟很无聊，他在玩变形恐龙。啊？变形恐龙蛋啊？对。嫂嫂非常的忙碌，她在装扮。啊？什么事啊，姐姐？你累了？你今天玩一整天累了？我知道。你没有累啊、哦？那是因为你没有做什么事吧？姐姐今天画了很多图，又剪了很多纸，哎。我也是啊。啊？我也是啊。你有吗？我有啊。是哦。嗯。姐姐加油，你快没电了。我还有很多电。你还有很多电哦。半个电是吗？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排骨便当啦，不过要等半个小时，因为人实在太多了。啊，半个小时啊！啊，就人很多，因为太好吃了。我跟你讲，不好吃的店你不用排队，好吃的店你才需要排队，知道吗？你好，就好像很棒的老婆，每个人都要抢，不要不棒的老婆。我知道了，海啊？什么？海象。海象什么的？抢老婆。是哦，是吗？排骨866是吗？对对对。